啊，拄啊食饭，是你买单，碗碗请你啊看电影。啊好哦，看啥会？鬼片好唔好？啊，鬼片总是连煽动你我的情绪，互人兴奋哦。啊，毋过要少可怕的哦。鬼片哦，安尼开钱来惊家己，你去死，你才无死学，阮的要求啦呀喂，圣诞节就是要看迄个温馨片。啊好啊，既然你拢安尼讲啊，无你去选一个好。啊，真是千钧一发。啥物是你毋甘看？好，那我们来介绍今天两个老师在这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训练有素，因为我从小就有看歌仔戏的，不能说习惯，我有收视过歌仔戏。我对这个音的痛啊，catching 还蛮厉害的。那这个人不知道在给我搞什么，他 PJ 老师给我唱了另外一个叫台语叫靠调啊，另一类的流行歌曲。But anyway，我小时候蛮欣赏那个全家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朋友吃饭，或者是同学的家长哈，带人家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蛮欣赏那种最后会站起来，然后把账单拿起来去付账的人，我觉得好帅啊！我觉得那个人站起来，然后把那个账单拿起来去付账，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帅。那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比较喜欢当那个不付账的人，我觉得那个更帅，因为你吃饭是别人请你吃，好。来，那我们就看看这几个片语搭配的，这四组、五组跟六组，只有两个片语呢，还有两个片语长得比较类似。那第一个我觉得比较简单，叫 pick up the tab。那 tab 告诉大家就是账单。其实我们有很多片语在第一课程有跟同学谈过。那账单有一个最简单的叫做，哎，我账单来了，我要付钱嘛，那我就是要签那个账单。所以签账单，你就说我在这个账单最下面，那账单。假设这是账单，那账单最下面这边是不是账单的角？所以那账单叫 bill，所以你可以说 foot the bill，foot bill，B-I-L-L。那 foot 是角，所以你可以说千账。那这个地方就是老师刚才说很欣赏那种把账单拿起来去付钱的那种人，我们就叫做 pick up the tab。OK，那餐厅用餐，好，我们造一个句子，为了感谢大家的努力，组长决定要请客。英文。To thank for everyone's effort, the leader decided to pick up the tab. 所以 pick up the tab 就是把账单，很简单嘛，拿起来，然后就付账。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直觉的，还有直观可以了解这个片语的意思。好，那第二这个片语呢，会连续两组跟它长得有点像的。好，那 separate 这个叫做活该。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片语叫做 you deserve it。Deserve it, D-E-S-E-R-V-E, deserve. 好，这个 deserve 就值得，所以你值得这件事，它有两种解释，就是说，哇，你做完这件事之后，你可以觉得你很值得，那就正面的，好，你真棒，You deserve it. 你后来得到了一个回报。那可是如果你的回报是一个负面，比如跌倒或者可能被人家臭骂一顿，那就是你活该。那 serve right 这种。那种感觉，就 serve 就是服务，我们再一次 serve，S-E-R-V-E，serve，原本同学最清楚是服务，那这个服务到最后居然是对的，那可是这个对的，有时候妈妈或是你的朋友或是爸爸会说很酸的话，对啊，你这样做没错就对啦，这样就是你的样子啊，叫 serve right，那可是正面的也有说是，你很值得。叫 you deserve it，那负面也可以说 you deserve it，你活该，就你得到这样的回报。所以这个正面看起来是 right，可跟刚刚李老师所跟同学谈的叫做 you deserve it 有异曲同工的概念在这边。好，来，你活该，因为你太无理了。It serve you right because you are being impolite。所以这个 serve you right 就跟我们刚才所谈的 you deserve it 是类似的。好，那接下来的第三个呢，也是跟这个 serve 有关。我觉得这个片语如果是以考试导向的话，它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考试里头，叫 serve for its purpose。Purpose 这个字，我们叫目的，不管是机器也好，
不管是一般的比如说同学工作也好，或者是读书也好，你读完这个章节，它就完全提供你一个服务一个相当棒的一个目的。那你读完这个章节，你的目的就是要，比如说考试，这个比较在哈。你读完这个章节，你要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就是哇，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目的，我们叫做适合什么需求。所以街上的自动贩卖机呢，就满足人们的需求。The vending machine serves our purpose on the busy street. 好，所以在街上，我们特别谈的是这个繁忙的街，就热闹的街。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逛商店，所以 the vending machine 就叫做自动贩卖机，投币的那个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功能有一个字叫做 function， 叫 function，F-U-N-C-T-I-O-N， 叫 function。好，这个字就叫也可以说 serve our function 或our purpose。 好，那接下来这边的编号第四组是一个独立的片语，在独立片语我们叫 that was close call。 那这个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啦，可是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完比较容易记得住，叫千钧一发。那个 call 叫大叫，那 close 叫接近。假设你走在路上，然后你可能心不在焉，然后你就有车子快撞到你的时候，有人从后面突然大叫一声小心，这时候你头一撇过去的时候呢，啊，那车就开过去，所以就差那么一点点 ，that was close call， 你可能就会被车撞上去。我觉得这样背比较好记，好不好 ？That was close call。那当然，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搭配的片语，或是跟它类似片语叫千钧一发，哈，比如说窄窄的逃离叫 narrow， 然后 escape，N A R R O W 加 narrow， 好，叫窄的。那我们刚谈过这个字，叫 narrow。那逃离我们叫 escape， 那 escape 这个字就是 E S， 然后呢 C A P E， escape 叫逃离。所以你看那个捷运门或火车门很快要关起来的时候，你从那个窄缝当中就跑出去了，就是千钧一发就要被夹到了。所以你可以说 narrow escape， 你也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好，来，千钧一发，你差点被车撞到的， that was a close call， you couldn't be hit by a car， 好不好？那下面这边的编号五六呢，第五个如果同学单字 stir， S-T-I-R， stir 这个字了解之后，它就很清楚。所以 up 我想不用我多做解释，这个 up 有一种激发然后激动跟上线，所以这个演说它激发了一种痛苦的一种回忆。 The lecture stir up some painful memories， 所以 stir 是翻搅，然后把你翻搅到达一个上线叫 stir up。 那下面的编号第六个，我个人蛮喜欢这个片语，因为它的字跟动词用的恰如其分。Stir 这个字叫翻搅，那 blood 叫做血液，对不对？好，所以它使你什么呢？沸腾，是不是？使你血液沸腾，使你情绪沸腾。所以这个可以很清楚了解 ，stir the blood 使谁兴奋？哈，这个进展使这个人的血液沸腾，就是感觉有一种啊有进步的感觉，叫 stir the blood。那么似乎我们大家看起来都是喜欢的 ，it seems that we all like it a lot。好，那 stir the blood。我们有两个 stir， 然后有两个 serve， 那有一个叫做 pick， 还有一个叫做刚才所谈的 close call。 那我们来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如果这两个老师的歌仔戏还有这个所谓的靠调啊让同学很不舒服的话，我们就自己复习吧。餐厅用餐，吃完饭之后很帅的动作，把那个有没有账单拿起来去付账，叫 pick up the tab， 对不对？好，第二，活该，You deserve it， 或是 serve right。 第三，适合什么需求，提供的一种目的叫 serve one's purpose。 那再来千钧一发叫快接近就大叫一声叫做 close call。 再来是激起跟激动叫 stir up。 那最后我们说血液沸腾，情绪沸腾，就是黑板上这边 stir the blood， 好不好？好，现在好像电视节目当中已经看不到这种唱腔不太吉利，对，真的不太吉利。这种电视节目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同学借由它回顾一下古老的年代，好不好？好，希望不要让你 stir the blood， 血液沸腾。好，我们看下一则。